对巴林嘅亚洲杯外围赛，港队今场经常做出小组进攻，效果亦都唔错添。欧阳耀宗试出贝尔嘅身手。半场双方打和0-0，张春辉今场嘅表现应该俾到教练唔少信心啦。港队罚球进攻，新兵欧阳耀宗弯向死角入网，着得10号波衫，果然有翻啲脚法。世界排名142位高香港10位嘅印度，贝迪亚食赢身位，射向近柱入，追平1-1。相遇复出嘅陈少琪差啲亦都有进账，贝尔反应快够出啫。不过港队凭住新转会中超浙江60嘅吴伟超飞身顶入，赢2-1。NBA